我们把这张桌子搬到那边去吧。放在中间会影响大家走路的。他们要把桌子 A 放中间 ，B 搬到一边 ，C 还给别人。把张搬到把放中间，影响大家走路，要中间一边还还给别人。经理，我觉得服务员还是有点儿少。现在来店里吃饭的客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午，大家经常忙不过来。您看要不要多找几个人？说话人是什么意思？A. 服务员少 B. 工作不累 C. 经理要求低。经理觉得服务员还是客人越特别，大家经常忙不过来。您要找意思，服务员累，经理要求低。中国有句话叫“不怕慢，只怕站”。意思是说，不怕走得慢，就怕站着不走。走得再慢，一步一步地下去，也能走到想去的地方。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 ：A. 要一直努力 ；B. 要敢想敢做 ；C. 别害怕变化。句慢之举站，意思走的慢就这
在也地方段主要告诉一直努力胆别害怕变化如果别人告诉你有件衣服很好看你可能不会相信但如果是你自己看到的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和耳朵比，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眼睛。根据这段话，人们更愿意相信 A. 老师讲的 B. 老人说的 C. 自己看到的。如果别人告诉见好看可能相信自己到一样耳朵比更愿意相信自己眼睛根据愿意讲自己我哥哥是出租车司机这么多年来他的车几乎到过这个城市的每个地方。所以他对这个城市非常了解。他哥哥 A 要离开那儿 ,B 总是骑车上班 ,C 很了解这个城市。哥哥司机几乎城市美地方所以非常了解离开总是骑上班了解城市以前这个图书馆的右边都是些又矮又旧的房子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大花园。有花有草，漂亮极了。过去，图书馆的右边是 A. 花园 B. 老房子 C. 水果店。以前图书馆右边右矮旧房子没想到变成
花园花草及过去图书馆右边花园老张是我的姓雪才是我的名字中国人习惯把姓放在前面把名字放在后面这跟你们国家不一样。中国人的名字 A 很简单 B 一般很长 C 姓在最前面。张姓雪才习惯把放跟国家一样简单一般常长最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两个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好了。现在我们经常下班后一起吃饭、看电影。他们两个 A 很少见面 ，B 关系更好了 ，C 结婚很久了。经过见事情两关系的比以前更经常班下班一起两见面关系更结婚九有些女孩认为越瘦越好看为了能变瘦，有时候饭也不吃。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好。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段话告诉我们 ：A. 不要吃得太饱 ；B. 健康比漂亮重要 ；C. 不要为小事生气。女认为越瘦为了也对身体其实健康才最重要健康比重要为生气
我们常说做决定前一定要认真想想。但有时你会发现机会不等人。所以想清楚后就必须马上去做。不要以为机会会一直在那儿等着你。根据这段话，我们应该 A. 关心别人 B. 认识更多朋友 C. 想好了就去做。长决定一定要认真，有时发现机会等，所以清楚就必须马上，以为机会一直等着，根据应该关心别人更就，例如小船上一和条有。河上有一条小船，条船被我吃了，蛋糕，蛋糕被我吃了，蛋糕被爱干净的猫是一种动物。猫是一种爱干净的动物。猫种干净动物。那个两万人能做体育馆。那个体育馆能做两万人。体育两万树，街道两边的真高，长得街道两边的树长得真高。街道两树长长的真高。子，请用黑板上的一个句子写。请用黑板上的词写一个句子。用黑板句子。例如，没关系，别难过，高兴点儿。别难过，高兴。你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吗？了解。你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吗？明天公司要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要重要会议。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先对
大家表示欢迎。学校旁边有条河，河里有很多鱼。旁边条鱼。我打算去超市买点儿苹果和西瓜，一起去吧。打算超市西瓜一起吧。忙不过来。第一句，赶房子，没想到变成下班长。表示以为有时好看动物